书记，你有啥想说的？你也说说吧。我知道，大伙都恨我、怨我，在这工地上，我就像根搅屎棍子。但是我得谢谢你，我被困在这洞里，大伙没有放弃我。我知道临县人苦，临街不容易，你们也不容易。是我错了，不管我能不能出去，我希望红旗渠能修成。俺没啥遗言，就算死在这儿，俺也没啥遗憾。俺就是有点不甘心，没能把秀芳娶回家。等一出去，俺就马上嫁给你。那要是出不去呢？你们俩就死在一块儿。俺想活下去，俺得跟大姐伙一块儿活下去，然后听见嘴哥看着红旗渠通水，所以大家一定得撑住啊。石头爷，石头爷，谁呀？桑红。呀，桑红，你咋来了？过年了嘛，过来看看您。哎呀，费心了，费心了。哎，明天啊，我要上山送粮食去。啊，你有什么东西要捎给水深他们吗？你不是今天去吗？本来是要今天去的，可是粮食局的小刘休假了，下午才回来。我想着啊，明天再上山吧。你看这天哪，明天恐怕要下雪。这样吧，俺今天跟你一块儿到粮食局，咱去等他，今天一定得送上山。行。你说今儿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平时这会儿水深都来接我了。这，不是有啥事儿吧？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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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，这咋了？水莲，水生，水莲啊，水莲，水生，水生，哎呀，水莲，水生，水生，水莲，水我，生，啊，怎么办呀？来，别吭气。水莲，哎呀。哎，那个桑红，来来来，是这样啊，咱俩兵分两路，俺到村里去找人，你赶快到附近的公社找个电话，给林书记打个电话。那个关于红旗渠所有的情况，从开始到现在，我都写在上面了。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话，你可以随时问我。林毅同志，该问的时候我自然要问你。我要见林书记，让我进去。孙副县长，在审查期间，任何人不能进去。我有天大的事儿，我必须得进去。这是上级的命令，请您配合一下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耽误时间就是耽误生命，我必须得进去。孙副县长，等审查期间过后，你想怎么样都行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别拦着我！你们还真找我有事？孟林，咱们出事了！发现了这个。
东西既不能吃，又不能喝的，要它有啥用啊？可能是上一帮人粗心落下的。这也太少了。师生，你啥意思啊？要是再多这么几箱炸药，咱们就能把这洞炸个窟窿出来。哥，那也不行啊，咱们一个陡坡处还是有危险的。这洞里石头这么多，咱们可以垒一个石墙来躲炮。肖组长，我现在啊必须得出去一趟。在调查还没有结束之前，你没有权利出去。是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你没听见吗？啊，山上有几十个人困在那儿了，我必须得去看看呀。现在是百日休整时期，你们的人不都已经撤回了吗？难道你要证明你们真的在百日休整时期还在偷偷的开工？是，我们是偷偷的开工的，那材料上我都写了，不是，所有的罪过全都我一人承担，这行吗？林书记，救人有其他人，用不着你。如果你现在出去，我不能排除你有趁机潜逃的可能性。肖组长，为了这条渠，有太多的临县人把命丢在太行山上了。我答应过他们，就算有一天我临街从太行山上跳下去，也不让临县人再有一丝一毫的损失。你知道吗？红旗渠是临县人用命换回来的。林书记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出去，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你现在出去就是逃犯，保卫人员可以随时枪毙了你。你想清楚，你好好的一个县委书记，真的要沦落到那个地步吗？肖组长，我求你个事儿啊，等我把山上的人救下来，你随时可以枪毙我。你能让开吗？哥，俺觉得这炸药一点也不少。石莲，你有办法吗？这隧道尽头那石头质地虽然刚硬，但是如果在合适的位置打一个炮眼，把这些炸药全都放进去，俺刚刚算了一下，爆破一次能炸一个小洞的几率有四成。这是啥办法？为啥才有四成啊？石莲姐，这要是放平时打个炮眼也没啥，可现在你看大家怕这活是没法干呀。俺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，俺的脑袋就跟裂开了一样，疼得要命。这总归是个希望，没准能先炸个小洞，再凿个大洞出来，咱们就能爬出去。困在这儿也是一死，不如咱们试一试，咱们的命咱自己救，愿意干的就站起来。俺愿意，只要能活下去，俺绝对不会放弃。俺也干了，只要能让俺娶到秀芳，俺就觉得值了。俺也愿意，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有希望。俺凭着俺今天最后一口气，俺也要拼了。俺今天要是再偷懒，俺就是狗。俺也不能在这等死啊。好，干活。
这么大干的事，都是艾薇给拿下的。就知道，这太行山啊，就没咱青年突击队拿不下的石头。现在鹏眼已经搭好，就差水帘子导火索了。 想到我还能干成这些事儿，消防同志，我表现还行吧？还行，都可以加入 M 铁姑娘队了。行了，大伙儿都走到安全地方，俺去点引线，就看着最后一哆嗦了。哥，这次得俺来，这爆破是俺亲手设计的，俺最清楚情况，而且这次导火索又短。 炸出来的又都是碎石头，是啊，导火索短，碎石头还多，那不行，那一点火肯定有事没危险的。对呀，只有危险。俺也是队长，俺去。我是领导，我去吧。俺去，俺去吧。俺去吧。哎，安琪，那既然大家都不怕死，那咱就抓阄，抓到谁谁去，行不行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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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俺明白大家心意。 走走走走，快点走！水莲，水莲，没事吧？<笑>
快快快！来来来，将军过来了！快快快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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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慢点！哎呦，就好啊！来，慢点！我们没事吧？哎呀，志玲！来，志玲！志玲！慢点！走，哥！志玲！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走！慢点！快！站住！拿住！拿住！哎，师生，师王，快抓紧下！快，师生！来来来，快来人！快来来！来吧！来，抓紧下！快过来！拿住！都来！来，大家！来来来，快来人！快来来！来吧！来，抓紧下！还有人吗？东林！东林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呢！跟我！跟我！来！来了！跟我来！还有人吗？来！没了！跟我来！啊！注意！注意脚下！注意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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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边来！快！老秦，嗯，全都对上了，我看看，一分钱都不差。我看这种情况可以向地委、省委汇报了。嗯，可以汇报的。收拾一下，准备回去。哎，肖组长，林书记，人都救出来了。是，都救出来了。我这不也回来自首来了。自首？我就赶紧回来，要不然我真成逃犯了。哦，我们基本调查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？对，我们把基本的情况做了汇总，向上级做了汇报，明天就会公布结果。您呢，可以回家了。我能回去了？对，可以回家了。好，好，收拾一下。是。儿子。爸爸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有你跟儿子呢，我哪敢有事儿啊？同志们，首先我要强调的是，临县县委修建红旗渠，在使用那300万资金的时候，没出现一分钱的误差，这种廉洁奉公、严于律己的精神是高尚的，省委和地委对此提出表彰。但是，临县县委擅自挪用国家专项资金修建红旗渠，这种做法是严重错误的。不要以为钱没揣到自己的腰包里，就觉得问心无愧。要是任何一个人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就可以擅自挪用国家专项资金，那国家制定那么多法律法规干什么呀？针对个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错误，经组织研究决定，要给予严肃处理。下面请钱秘书长宣布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。河南省新乡地委文件。中共临县委员会关于擅自挪用国家一平二调退赔专项资金调查结果，经调查，临县人民银行行长赵长顺同志擅自把国家一平二调退赔专项资金300万挪用于红旗渠建设，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。赵长顺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也予以承认，本着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原则，经地委研究决定，给予赵长顺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免去赵长顺同志临县人民银行行长职务，调离银行工作。我反对，我反对这个决定。我也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。
林杰，说说你的想法。方书记，调查组的所有的情况我都已经反映清楚了。真实的情况是，当时我命令赵长顺同志动用这300万资金的，而且呢，我当时给他写个条子作为证据。长顺同志，能不能把条子给拿出来？你什么时候给我写过条子？我拿什么呀？能不能不欺骗组织？方书记在这儿呢，你不能。林书记，你这时候不要想着去保护我。银行里有没有这笔钱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长顺同志，我命令你把条子拿出来。我烧了。是，同志们啊，同志们啊，今天我本来什么都不想说，可是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，我一瞬间却想了很多。省委和地委联合调查组就县委挪用300万资金用于修建红旗渠进行了持续的调查，肖组长也向中央相关部委和省委详细汇报了调查中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同志们呐，刚才于副书记说的对呀，擅自挪用国家专项资金，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。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，也不管这个理由有多么充分，规定就是规定，规定它就冷冰冰地摆在那儿。可是今天我想提醒在座的同志们，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，明知道挪用国家专项资金是犯错误的，可是有些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肖组长在向中央和省委汇报调查情况的时候着重说了一件事儿，他说县委的同志主动把挪用资金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，林杰同志也是主动承认条子是他写的，他以县委书记的名义命令赵长顺同志把资金调出来，他们这是往自己身上揽错误啊，不是在揽荣誉。而且肖组长说老百姓知道调查组调查资金问题，跑到调查组驻地说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替县委把这个窟窿填上。同志们，在这里我想问一句啊，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老百姓这样心甘情愿这样挺身而出？这个问题不用你们回答，我来回答。因为老百姓把县委的同志当成自己的亲人呐。在过去战争年代啊，老百姓把家里仅有的一口吃的拿出来给子弟兵，老区人民为了掩护共产党八路军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，这种例子还少吗？这说明了什么？它说明了一个道理，共产党只要时刻想着人民，那人民就以百倍千倍的回报。同时他也证明临县县委带领临县人民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修建红旗渠，引章入林，这是真真正正的民心所向。区的资金用向，我是不敢想啊，这么大一笔钱居然每一笔记得清清楚楚，不差一分钱。在这里我要说的是，林杰同志以及临县县委是廉洁奉公的楷模，我衷心的向你们致敬。
彦祖哥，俺今天特别高兴，这渠修好了，俺们把这事儿给干成了。但俺今天也特别想你，终于通水了，为啥你没看见呢？ 怪你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。俺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，就是和你相遇。以前是你给俺希望，以后就是俺自己。 给自己希望，谁来了，俺一定会好好活下去。俺们大家都会好好活下去，你放心。 这大老远的，为啥带罐水过来呀？这是红旗渠的水，很甜，给你。我们大王屯不缺水。这是俺爹让俺给你的。咋又扯上石头爷了？俺爹说，上门求亲。 就得带罐子水。我爹也这么说过。那你愿不愿意，通水大典过后就嫁给俺？结婚就结婚。
我愿意。难等这一刻，已经很久了。欢迎领导来临县，啊，你们那边请。林杰同志，不好意思啊，红旗渠仍然没能通过中央纪委和水利电力部的审核。又没通过？没通过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你们没有拿出红旗渠灌区的整体设计规划，上报的文件没能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。啊，不过啊，你们也不要担心，这次我和方书记来咱们临县，把省、地、水利部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带来了。他们就是要深入工地，设计出整体规划，争取明年把红旗渠列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。好，好，谢谢陈主任。那个，我们临县县委一定全力配合。方书记还有好消息没告诉大家呢，啊！我这次来临县啊，不光是亲眼看看红旗渠，还是要还愿呐。上次答应过你们，要把省里的结余资金拨给你们，支持红旗渠的建设。钱不多，就200万。200万？200万？200万？林杰同志啊，哎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。这次我到北京开会啊，向主管财贸的中央领导汇报了你们挪用一平二调专项资金的事儿啊。中央领导很理解你们的，县委搞水利建设啊，动用这笔钱啊，最多算是不符合程序。还说，临县县委的同志啊，有胆量，敢于打破条条框框。老首长，您没骗我吧？啊！太好了，老林，那咱就彻底没事了，彻底没事了。谢谢方书记。哎呀，方书记，我们临县县委感谢领导对我们的支持、对我们的信任和对我们的鼓舞啊！